华发携手中国财经平台新财富9月15日举行财富会客厅揭牌仪式及新财富最佳投行颁奖典礼发布会。成立之前我们已经有一些活动落地了，包括邀请到一些私募一些最佳投资顾问来做了一些活动，未来我们肯定是会定期的来举办一些圈层的活动的。通过合作，新财富的最佳分析师等系列智库专家资源以及超过70万亿的主流投资机构资源将一站式与珠海横琴资本市场进行深度连接，也将其丰富的资本生态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需求相结合。我们将深度的围绕的注册制改革进行一些话题的延展，包括关注中国投资银行未来的一个发展的前景，以及我们中国的投资银行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2020年全球投资银行资本高峰论坛暨第13届新财富最佳投行颁奖典礼将于9月25日正式开幕，届时经济学家、最佳投行负责人等代表将站在全球的角度展开专业对话，深入探讨资本市场的服务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为横琴揭幕精彩未来。